荧幕八爪鱼，八足咁多爪，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今个星期会带大家去睇下加拿大自行基金会2017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慈善晚宴发布会，仲会访问温哥华华姐九号同十号，跟住会去睇下多伦多岁月流星金曲歌唱大赛精彩片段，同埋圣诞老人大巡游。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星期日晚7:40，荧幕八爪鱼。